纤维多、热量低的菇类是减肥的神队友，其中又以五菇的瘦身效果最强。40岁的日本女星藤崎奈奈子靠五菇减肥超有感，3周就瘦下了3公斤，腰围也缩水了3.5公分。五菇的非水溶性膳食纤维含量高达牛蒡的5倍之多，有利排便顺畅。专家推荐喝五菇茶，将水煮沸后加入五菇煮沸30分钟，早中晚餐前喝一杯，一天500cc。五菇含有一种特殊成分，有助于代谢内脏脂肪，促进分解坏胆固醇。日本瘦身达人和田清香也分享一道五菇沙拉，食材包含五菇、莴苣、花椰菜、番茄。番茄丰富的茄红素也对减肥很有帮助，摄取丰富膳食纤维和帮助抗氧化的植化素。最后淋上五菇汤汁，搭配少许低卡和风酱汁就可以咯。如果喜欢早安健康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哦，还要记得去按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们的通知哦。